捏捏吃小火锅，什么意思？你要点一个。我选 C 套餐，呷哺呷哺跟 Sukiyaki 寿喜烧跟涮涮锅两种。宝宝已经睡着了。面面给他吃。小火锅。那我在家里。对啊。因为我想吃看看粥，他也想吃。一人一锅的小火锅。厉害一锅。前菜小豆腐来喽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不要，那你就一个面，或者白饭，不要黄面。呷哺呷哺。中间那台应该是切肉机吧？哦。牛肉来啦，猪肉跟菜来了，这个猪肉沾这个味噌酱好好吃哦，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吃饱了以后会把汤装在一个像杯子的东西，然后给我们胡椒还有盐巴，让我们加到汤里面，试喝看看。点心来喽，冰淇淋选的，为什么？冰淇淋，抹茶跟香草的冰淇淋。波波已经醒了，吃到一半波波就醒了。波波，你们怎么会这样？你是不是对冰淇淋？他想要吃冰淇淋，吃豆腐好不好？吃豆腐，吃豆腐好不好？我们吃一口看看。啊，豆腐他不要哎。他都不要啊，等一下就会吃了。那你别拍了，我们来吃这个现切肉的火锅，在这儿，噔噔，它有分酸酸锅跟寿喜烧。我们今天是比较早来，所以没有等到，现在外面已经排了一些人了。他们现在正在吃，就是这个现切肉，就是三个圆圈圈，完全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在外面。